你冷不冷啊？你在，我就很暖。你饿不饿呀？这刚从食堂出来嘛。其实不吃，你也不会饿。为什么？因为友情，饮水饱啊。讨厌！你有意思。嗯。又是一对陷入爱情泥潭的可笑男女，恋爱狗都不谈。瞧瞧我，一个人多自由自在，我甚至连喜欢的人都不会有，因为人一旦心动，无论男女立刻变蠢，简直是心烦意乱，徒增烦恼，小情小爱什么的没劲。